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一个人给鹌鹑戴上脚环。我用的是这个旧的袜子，两边剪开，用这个袜子把鹌鹑套上。把它的头露出来，套住它的翅膀，它就挣脱不开了。这样子就可以一个人戴脚环，这个要比较用力才可以撑开的。戴的时候开口朝下套到它的脚上，用另外的手指把它的脚往上面抬，好了，套进去了。